现在主要出产稻米的大陂乡，在过去有产糖的历史，而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经过，渐渐被放回记录。推出大陂乡上义社区，在1807年，透过县政府的社区 PK 赛计划，号召地方基诺来讨论，在社区内打造一间古早时的糖铺，希望会当将这段历史做保留，未来更会当不断的传承落去。牛车配石轮是古早时产糖的主要工具。伊大陂乡内过去是有一段产糖的历史。对此，乡内的上义社区对伊处有特色，伫社区内打造一间汤铺，希望会当将历史做保留。真侪长辈来到遮，也拢回忆着较早的景象。迄阵啊，拢伫迄个架埕遐，啊，即马山丘了，甲用牛车拖去啊，贴火车拖去后尾。哦。嘿，较早拢安尼，啊，贴火车，还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嘿，较早火车拖倒去，拢会去偷手甘蔗哩。啊，拢爱来遐打喷吼，等于做钓鱼啊，饲猪安尼，系啊，算钓鱼啊遐吼有滴做事啦，系啊。有啦，我着遮个人系啊。根据地方的资料，甘蔗是早期上义村内主要的经济作物，先民也是以种甘蔗来带动地方的欢迎。不过这段历史随着时间过去，渐渐被放袂记了，所以社区才会来想讲，借着 PK 赛的经费，将这段记忆做保留。因为阮的先民为清朝尾啊，为大陆来遮的时候，就伫这溪边啊、田头底啊，开始来做糖啊。啊，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呢，我把它留下来哈。啊，就是讲，那引证讲，我们这边是台湾糖业的故乡，最早发起的地方哦，最大的意义在哪？在这个地方啦。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甘蔗是早期上义村内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大片的甘蔗田是真多地方居民的回忆，更是汤铺，除了是会当加强地方的特色，最主要也是希望会当将这段过去饮食的传承落去。啊，因为阮小啊吼，以前都是拢种种甘蔗嘛，吼，因为阮小近溪边，伫溪边拢较沙地，吼，啊，就是迄个灌溉较无方便啊吼，就是爱较无食水的植物啦。哦啊、所以讲，就种甘蔗，嘿，啊，以前鸟的祖先啊，吼，就是拢往安尼啊来消费带落去。除了做着历史的保留和传承，社区也希望讲会当透过营造地方特色，吸引更加多的游客来到社区旅游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创造双赢。记者陈金华，长报道。